第23题，质量为2公斤的物体静置于光滑水平面上，同时施以三个力作用，8牛顿水平向右，13牛顿水平向左，5牛顿垂直向下，如右图所示。当物体移动5公尺时，合力对物体的作功为多少？我们晓得作功的公式是力量要乘以位移，同时力跟位移要互相的平行，这个移动是水平的移动，所以只有水平方向的施力才会有作功，5牛顿垂直向下的力是没有作功的。那我们有一个13牛顿向左，8牛顿向右，它的合力呢就是13减掉8，也就是有5牛顿的力量，合力是5牛顿，那么合力有5牛顿，水平移动了5公尺，所以它的作功呢应该就是25焦了。所以第23题答案问我们说，合力对物体作功为多少？我们答案呢选的是 A 25焦耳。